对，你看，这鸡啊，那拢无看啦，对啊，对。看啥？看啥？你有看见无？无。他，很少回来，因为他，他家庭都在那边嘛。嘿。因为某马龙在官舍遐，啊，所以。比如说他那种啊，个性人啊，真开朗啊，是。所以他个性不错啊，看到碰到人都会打招呼，只是说他比较少回来，他弟弟才比较常回来。哦，真的哦，弟弟也是非官吗？弟弟好像不是非官，好像还在读书。哦，也是读军校。我不晓得。那个邻居说在，然后邻居说这个人。